兄弟们，出大事了呀！赖神四年龟竟然在直播间无意间拯救了粉丝一家四口的性命，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昨天晚上，赖神刚刚打完巅峰赛，他的后台收到了一条粉丝的私信，大概意思是由于赖神直播打出了四年龟的战绩，这位粉丝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直播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家的煤气发生了泄漏，但是这位粉丝的家人因为全部都在熟睡中，结果导致煤气中毒了，只有他在被窝中悄悄看赖神的直播，只吸入了一点煤气。后面这位粉丝意识到不对，连忙打电话报警了，很快警察赶过来，全家人的性命也因此得了救。这位粉丝虽然没有刷礼物对赖神表示感谢，但言语之中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真挚情感的。这件事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幸亏这位粉丝刚好在熬夜看赖神的直播，不然他们全家真的有生命危险了。煤气中毒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更何况是在熟睡中。如果当天晚上赖神没有连跪，而这位粉丝也早早的翻下手机睡觉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不过幸好现实没有如果，赖神用自己的四年跪拯救了粉丝一家人的性命，这一无意间的善举可比游戏连跪好太多了。兄弟们，你们对赖神巅峰赛连跪却拯救了粉丝一家人性命的事怎么看呢？